谁来俺们？哎，他们已经被我们给包围了呀！兜。 没蓝了，回家了，偷了几块钱，挺好。寒冰辅助霍霍人家 ADC 还想上分，怎么的呢？寒冰辅助。 换了泰坦，我们就无敌。啊？你组的？没用。嗯。 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哎，等法力流息袋跟彗星都好了 ，W 一下，走插个眼的，点一下走位，再点15块 ，W 一下。 他 Q 没好，再点，把炮车给我补到啊！W 等彗星跟法力流星弹全好了再用啊，最好耗他们家 ADC 的血走位。干啥呀？没明白啥意思。 你点人呢？你说那近比你手短那么多，你不点呢？你就上去点人，别怕。这种卖命的工作交给我，好吧？我都没明白你跑什么玩意儿了。 你过来给我点他呀！法，先法御辅助，你不让人给勾了吗？ 谁给你发育呀？我手握着真兵之弓，握着我的心。报。 A.D 的意思是让你先补兵，是吧？这两个 W 没中，挺难受。我个人建议啊，要不会在那个线上点人，就别玩那女警，你知道吧？这英雄驾驭不了。那车不补，跑过去点人一枪，我都。 该点不点的，不该点就瞎点了，就真的减速吧。
这辛德拉伤害有点高估了呀！这，哎呦我操！暗示 double。 留住他，走不掉。 勾引成功！Oh my god！ 起飞！我发现呀，也就俺们家莉莉亚像人，我跟定她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跟定她了。 今天跟着莉莉亚走，指定是有肉吃。这女警赶紧放生。这女警赶紧放生，千万别看着她哥。那莉莉亚压那蓝枪三级。 兄弟们，加油！兄弟们，哎呦，帅，可以，害得俺们家这小鹿啊，看见没？害得俺们家这小鹿，差点钱啊！你就说这女警到底有什么用？没有一回是能看见这人的。
我黑切了。赶紧回家出装备呀，我估计他能有3000块钱。和平需要的是稳重。拜拜。哎，他们家这下路怎么每一回都能过来呀？这个对面这个进真的，他怎么每一回都能来呀？能追上吗？好整劲。兄弟，这个 W 说句实话尽力了。来拿条龙来，这怎么能是 K 呢？他打不死，他一个外圈刮。你还给他蓝，你自己拿吧。来个简溪地，中水银鞋，我靠！为什么是水银鞋呀？追着炸弹人来，可以有助攻，看见没有？拿。这进为什么会出水银鞋呀？我刚控制时间好短啊，只控了3.5秒。不是3.5秒，只控了1.75秒。哎，来开始了啊！哎，掉线了，来呀、啊！你是 AD， 我是 AD。哎，没事，烧一波。老太太，咋的呀？哎，哈哈，哎呀，拜拜，回家了。我自称听到他的声音，只是母亲的声音，并为他的失去而悲伤。
炸弹人死没？炸弹人没死，给他来一发。中！哎呦！这也能穿过去啊？好难受啊！哎，哎，中路对狙呀，哎，哎，嘿，兜，哎。不是挺能装吗？这小伙子没蓝了呀，哪来的龙仙？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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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来吃个助攻，为啥没助攻啊？哎，我这个 E 没有助攻吗？不应该呀、啊。有视野就啊，有视野就没有啊，拿了好多，这是啥呀？让南方人无法想象。跟我扑克是吧？跟我扑克，我扑克死你！嗯，中！哎，哎，嘿嘿，来！我看你能不能顶得住啊！我看你能不能顶得住，跟我扑克。跟我扑克没拉了回家，没出女神之泪，真的是一个遗憾，兄弟们。赶紧整一个，好吧，这不行，这实在是蓝有点不够用。这刀锋在干什么？打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干哈呢？这样？这么点血还搁这儿待着？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啊！你跟我扑克。拜拜。有蛋，有多大？嗯，有多大？大家伙，来，卢仙呢？
蓝 buff 不要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再出女神之泪啊，稍微有点不合适。嗯，倒不如把它变成一个右装，你知道吗？冰心寒冰不仅不会死，蓝还多，400点蓝，女神之泪750，少了300点没关系。炉灯。呀，炉灯可以啊，但是算了吧，没关系，来个冰心吧，右一点，炉灯不够右啊，容易让人杀了。你看刚才那炉仙从我屁股后边要偷我，中，刚不挺拽的吗？跟这给我来回来回，哎呀，这泰坦呐，这不发财了吗？这 ADC 呢？我操，这怎么跑那么快呀、啊？漂亮，还有助攻可以。哎，哎，我就在这儿待着，嘿嘿嘿，追我呀，追我呀，啊！一会儿的泰坦就上头，我告诉你们啊。泰坦一上头，我们家队友一来，把泰坦一收，1800，差200。射一波试试看，射到了女警，好狙，这就是狙击手嘛，爱了爱了。我心想你后边也没人呢，完了被逮到了，哎呀，被逮到了，没逮到了。右边来了一个那个，来了个近，位置没看见呢。冰拳呢？我吸地满了，我出冰拳干啥呀？啊，我冰心也是吸地满的，那咋办呢？冰拳500点法力值，冰心400点法力值，冰拳吧。钱不够呢。我是怎么的呀，这炸弹人啊，这炸弹人怎么的呢？冰拳寒冰冰拳好理解啊，
我今天还就必须就得点你一下子。没射中，哎呀，射偏了，射都能射偏了，蓝林汉，这不太行啊，这。就剩这近一个人了，救命啊！怎么回事？加油，兄弟们，这波应该是拿下了。据我的推断，我们怎么走人脸上来了呢？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。我决定这把出个大面具试试。呀，怎么被 W 被打断了？香炉这一把其实看不出来太多的成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啥？因为俺们家 ADC 吧有点傻，不一定能看出来什么成效。一般 ADC 多的时候能看得出来，没几个平 A 的英雄。那辛德拉不会 A 人，小鹿也不 A 人，干哈呢？这是犯病了。我给他们后排射住啊，让这泰坦自己上，飞个鸟来 ，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。哎呦，痛痛痛！害怕吗？你们别害怕，我在这儿呢，这高地随便上。射泰坦，傻了吧唧的，让你晃晃悠悠的。哎。飞个鸟吧，兄弟，给我挡一下，该你给我挡了。你他奶奶的，我给你挡，你不给我打，你等着，我肯定不给你挡了，下回。减速，兜勾人啊！我有冰拳，好，泰坦没闪现，不用害怕啊，兄弟，救一下。
打不打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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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往哪回，我能让你回吗？恶心你。这泰坦呢竟找这种刁钻的位置。哎呀，哎，这英雄控太多了，我操，这英雄控一控控五六下啊，控个五六秒能无限控。这就是没办泰坦，兄弟们记得啊，玩寒冰一定把泰坦办了，别的英雄都无所谓，就这泰坦必须得给他办了，贼恶心这玩意儿。他也不怕死，哎，他就往上硬勾。随便射一箭，我们五十秒吸地，随便射一下。漂亮！你看这香炉不触发了吗？看见了吗？兜中月塔来，让你看看这香炉一共附加的总伤害吧，509，一共509。嗯，其实日女儿也可以出香炉啊，日女儿。